像这样的场合多美啊，缓缓进来的就是慈济的小行星，就这样的啊，呢设计规模哦，慈诚委员很用心去拼装，它里面的内架、外面的拼装，还要让它呢会转，还有呢一艘船，慈航普渡啊，这就是他们慈诚委员和和复写花了整年的时间构想设计，那动工精巧的细腻的巧工展现出来，这就是表达出了大家的诚心，很诚意，而且呢人与人之间的好好和和啦，这都是很真诚。所以啊，我很感动。那还有高雄本身的，他们也展示出了莫忘那一年呐、啊，他们有创刊号，还有金马号，创刊号，他们呢、啊，那也把它再复印呐、啊，那第一篇的创刊，那展开来看，好温馨哦，里面呐、啊。5块、10块、15块，这样的真性情的丁信呐、啊，所以我最近常常说，莫忘那5毛钱，提倡的每一个人节省5毛钱，这一个家庭啊。减买几支菜，5角银，5毛钱就可以救人呐、啊。一直到现在，看到现在的慈济为天下了，最近把地图都摊在我的面前，天天来听故事。这一个故事在这一张地图的哪个地方，哪一个国家有慈济人，在那里呢有发挥到了，有灾难去救灾，这救灾的过几年后，那个地方成为慈济的分支联络处，就是就这样的那样的地图，就一个个的点出来。最近啊，在说灰金菇萤火虫，就是要跟大家呼吁，不要轻视那一点点的光。因为呢，人人本具有佛性，任何一个人生命中呢，总是有那样的一盏灯，一只萤火虫，那样极微光，极极微极微啦，那个光拢有啊，只要我们肯花心，哪怕是5毛钱，
极少极少，极少也会成多。每一个人都发心立愿，当一只带路的萤火虫，就这样的一只一只团，几十只啦，一起团，就这样，让这样的五极为光啊，变成了普遍的那样一闪一闪啊，总是这么多的美，一次一次啊，看到了前天昨天花莲呢的岁末祝福了，看了我也很震撼。我们从去年的第一趟出去，在岁末祝福的场合，也有表达出了很有特色的生态，都很感动，很感人。北部呢，在我们对了这种 COVID-19 的事情，期待着如何安抚人心，要提倡呢爱心的凝聚。第二趟又再出去，岁末祝福，也看到了大家很用心，要如何呢让人间啊表达出了真诚，一个方向的认真，认真光用说的看不到什么叫做认真，可是大家呢把心向力汇合起来，表达出来一个形象，那个形象呢就是和和互协，对未来的有期待，总是呢我们能够来一个呢很康乐安稳极乐人间呢，菩萨们要得到平安快乐不是做不到，只要我们心干净啊，行善在人间呐，这样就可以成为药师琉璃光世界。此际不就是在推行吗？推行在人间呐，人间苦难，菩萨走入人间，去拔除苦难。各位委员们，昨天我在听大家的分享，不也是这样的报告吗？每一个个案，每一个个案，只要接触到了慈济人，他再苦的人生都可以转变。我们现在都是慈济人在做，大家都是只要见闻看见，慈济人看见听到都可以呢投入去，这就是呢我们要做的。所以人间啊路一定要走才能到啦，话要说人才能听到啦，我们身体力行啊，说的人也要自己做，听的人要响应做，就如挥金钩赶快，人人本具有那一点的光点，只要心灵启发那点点星光啊，
那点点荧光啊，都会这样的挥洒出去。所以说来，人人啊都有神通广大的力量，人人呢都可以成为菩萨，人间菩萨起步走到头波霞在金呐、啊，我们的方向不就是要到达到那个波霞去吗？不是加倍高，只要发心立愿，还是呢可以到达。